拱桥迎树花健走活动，猫壮来家齐，可立美丹够时机。在去年的时候呢，就是原本预计就是说，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所以就没有办法。但是今年呢，海军还是要跟着大家来看这个健康的曙光，然后就是象征了刚刚县长讲的五个一嘛，代表我们就是 number one 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能够跟着大家看到这个曙光，也是代表珠海军要跟着大家迎向美好的未来，然后祝福大家能够身体健康，然后希望在那一天大家都能够共襄盛举，然后来参加这一个活动。111年的1月1号元旦升旗典礼，我们在西罗大桥来举办，迎接第一道曙光。那当天呢，我们会有珠海军哈来为我们领唱国歌啊。啊，西罗福伦社，还有我们肉品市场，还有我们西罗农会，那还有我们的福兴宫，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，邀请所有的乡亲好朋友来迎接第一道曙光，尤其是在我们西罗大桥远东第一大桥，那来参加，我们有非常丰富的奖品，包括我们的小国旗、口旗，还有国旗口罩、国旗贴纸，那还有健走的毛巾，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米食三宝哈，要赠送给大家。今年的元旦哈，早上6点开始，我们开始办理健走，我们有相当丰富的礼品。到8点哈，升旗典礼，我们建州哈有前3000名的礼品，越早来越可以领到礼品。